学会控制自己的车。 不要让人带着走，走自己要走的路。要冲的时候就尽力冲。各巡逻人员注意，有犯罪之徒逃走，暂时捉获其男子，留步支援。从来没有警察能够追到我，我能接听他。 车坏了可以再修，人没了什么都没。阿强，别跟丢了。